我刚才不是已经挠过你了吗？就算是轮，也该轮到他了吧？你老实一会儿啊！行，那我两个都一起挠，行不行？哎，嘿，别老舔来舔去的。 茵茵，你叫我什么？茵茵师姐。行了，你们俩给我安静点，自己玩去。还有啊，以后不许再瞎叫唤，谁要是再敢，我就拔了他尾巴的毛。 整个西玄山啊，还是茵茵师姐最厉害，只有你能治得服他们两个。又是玄真跟你说的呀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嘴碎了？